ว้าเอ้ยดันมาซวยตอนนี้几秒不见甚是想念欢迎来收看第四集行了从监狱到地狱了 Congratulations 这个地狱怎么还下雨这中午时动吗感觉好高贵的样子不知道这底下等着我的是啥这么深的地方那个大个子应该是进不来的吧对呀真的是钟乳石洞啊蹲下来小心别被扎到了好像这个钟乳石洞里面的钟乳石如果你掰一块的话它是几亿年形成的这个是严重禁止的事情好想去看一下钟乳石洞哎我的路了哦这边有小路还挺难发现的现在我们身上虽然有武器但是很多怪武器是打不了的哦这叫敲鼓吗是不是敲鼓可以把这个木头敲碎啊砰不、哦、What 哦他怕鼓好的潜行离开不要让刽子手发现没看见我看不见我你要是看见我我就敲一下啊对我们是不是勾引他左右横跳来了然后敲好了敲傻逼哦这个好玩哎呦这个碎了我不敲的话我们还走不了的哦他只会砍你最后在的地方他把鼓给砍碎了那得回去砍刚才那个鼓哦这个地方我知道怎么玩了完了我死了他来了不要打我不要打我爸你是我亲爸爸爸没有打我看来还是爸爸疼我真是好我靠我还没死他变弱了哈这个弟弟你是弟弟这个是敲的越多他这个坏的越多但是这些鼓会相继被他破坏的看我的勾引之术左右横跳爸快来砍好他来了这个只要一响音乐他就会过来我们来看他在线表演看他刀到底行不行砍呀砍呀哎咋回事啊怎么收刀啊只能凭借我自己的力量来找骨了这里的骨都被他切碎了破坏文物这个也碎了哎呦这里还有一个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啊在这儿制造噪音啊啊没事没事他跑得没我快敲砰傻逼了吧这个鼓开了哦是不是这样的可以全部的路都解开了哦路开了太好了哎这边是只能蹲着过的啊他个头太高他过不来这块顺利过了 Oh my god 这边有张纸好想看呀哎他是把这个潜行离开不要让刽子手发现难道他把这石头给砸了吗他不会吧除非你会穿越否则应该过不来的哦太好了太好了门被砸了他傻了他过不来了 yes 那张纸没有看到我提前先把这链条先给他解开这里应该是解谜的了打开大门啊哦捡到药了还好还好阿弥陀佛这关的解谜还蛮多的这是什么手办是不是要找各种各样的手办给他放齐才能把这个门打开这块有一个岛的图腾 Totem 这个画面怎么糊了地狱守卫的图腾用来打开大门哇这我是正好放对了吗先去走现在已经打开过的门嘛多捡一点把这些石头砖块放在上面不行吗我感觉都是一样的功效啊刽子手刽子手应该不在了吧我现在非常想往这个方向走但是这方向可能有刽子手作一下反正死的会给我传回去的说不定也有存档点呢谁知道呢 Oh fuck 这是有鬼是吧小鬼没关系的简单一二三五进来他怎么突然喊了一声捡啊怎么魔怔了这边的怪挺多的我们要智取不能硬破
谁？是他！哇，他手里居然有刀！靠！好，智取了。远处有一个。嘿！好，看来这条路是对的。他给了好多这个呀。蹲下来，大不了我 Q 一下。好，来吧，我好了。啊，看你厉害还是我厉害？嘿，哎，没打中 ，Q，Q， 哇操，伤心了，被砍了两刀，威，哦，这个来了，准备啊，嘿，好，右边那个老大爷没看见我，我砍了五刀他才死啊，这怪变强了，我们直接 Q 他吧，这边有好多刀可以捡。好，一，二，三，这个比较弱啊，两下就死。我来这到底是干啥的呀？是过来杀人的吗 ？Oh fuck！ 完了完了完了！好，目前只是损了一半的血，四舍五入就是毫发无损。哦，有机关，太好了，没白来。哇，这个图被我清了。哦，这边还有一个。他能不能看见我就是他的问题了，这我能钻不了，钻不了，这是死胡同，不要害怕，智商在线。哎，在这儿，我们要直面他，他背后有一个手办，死这儿 ，fuck， 哈哈哈哈哈哈，哦，这边给你准备好了药丸，你看，手办 ，yes， 啊，图腾，图腾都是同一款，我们现在只是不要质量，要数量，行，行。喝个药，因为这块有药。良心啊，这有包子，包子捡不了。这是什么意思呀？哦，这是把后路封住的。这是原路返回吗？前面是有一个图腾吗？这是什么？这个难道是解谜？太难了，我能捡吗？先往这边走，这边有路。谁？谁？你握什么握呀？难道是门后吗？哎呦我操！幸亏我反应快。哇，幸亏给这儿给你放了个药，他又噔。这怎么还倒了，还扒了我一下，太坑了。谁？哦，这个门后。哇，他们都是有第八只眼的吗？准备。哇，好坑啊！这太坑了，照片，这捡的照片是走这儿对吧？这块开了个路，感觉我在打僵尸。这是什么声音啊？感觉很刺激的样子呀！我操，是那个钉子吗？我感觉这个声音听起来是一出大戏呀，会死得很惨的样子。只要那个大个头不来的话，我觉得还好，这个小的比较好打。我突然玩爽了，嗨。Hello, my friends。这房间好大，这个是可以放图腾的吗？没有判定，不仅没有判定，我还可以穿模。哦，这是一条近路嘛，我们绕一圈绕回来了，原路返回喽。行吧，在这块我们捡了两个图腾，可以放回去，这样我就可以回到那个大厅了。在这个缝里边，我们捡了两个图腾，一共应该是六个。然后这里面记得，这里面还有一个需要解开的谜题，三个图案在那。先不走这边，先回去。哦，好，这边有一个小门可以过去，瞅一眼。哦，爹房啊，爹！哇，还缺两个。哦，这个地方他来了，肯定不是这么走的，应该是从那边回来的。没有，我们不能逆向。哎呦，我不能逆向而行。啊，准备，不能犹豫，犹豫就会败北，犹豫就会死。好，一个一个，哇、哦，刺激！休息，这是休息的休息地区。然后又开始了啊，我看一下规律。哦，中间可以休息一下。好的，掌握规律，冲呀！坚持就是胜利，直面恐惧，给我力量吧，奥迪给！啊、我死了哦，冲过来了 ！Oh my god！ 这怎么有三个？这是什么？啊！
哦，好 ，yes， 走掉，这是手动的啊，这个还好。我的天哪，感觉每一秒生命就是活一秒少一秒，确实是这样，太吓人了。这里是什么？这是火柴。打开了什么吗？有一个门缓缓的被打开了，应该是哦，在这儿，只打开了一扇。一个钟掉下来，还有一扇门还是需要一个机关来打开的，是踩这个吗？是这样，我只要踩着它，这个门就会打开，在这儿。然后它打开了什么？不知道，先不管了，先过去吧。门开了，这有条缝啊，就钻这儿，嘿，钻过来了。我还是没有捡到任何的图腾啊。在这一面，什么声音？看到了，看到了盲点，滑点，这个可以拉的，这个不会扎到我对吧？他应该做一个机制，就是我只要拉这个，可以让鬼被扎死。哦，图腾，第五个图腾，这边是经文的第一块碎片。唯一永恒的巫术，我自己创造的唯一永恒，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巫术。如果我成功了，我将统治所有的灵魂，我将控制生命的循环，我甚至会凌驾于业力之轮之上。如何成功？我手里必须掌握无限力量的源泉，我只能从地狱深处得到它。我必须打开地狱之门，抓住我所需要的灵魂，作为这种力量的源泉。不知道是什么，这怎么还有个是幕后大 boss？ 这个是什么？哦，最后一个。我们只要能安全的走过这个，我就可以过关。没事，我可以的。准备，深呼吸，冲！哇、哦，加油！我过了，我已经过了。后面那个追不上我的，别看他吓人，我过了，耶！奥尼给，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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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全部都拿到了，我算是安全了。I came so safe. Yes， 别看他吓人，其实那个时机空间留的很大的。Oh yes， 最后两个哈，先砍为敬。哦，他会做一个物理，就是他在掉下来的过程中，你砍他的话，他会突然掉下来。可以直接上去砍吗？没有膝盖不能跳砍。Yeah，Victory！ 这块有马车，怎么还有马车？什么时代的事儿？这样就过了吧？煤气罐，马车轮儿，这里边还有植物吗？我感觉大个儿要来了。哟呵。哦，这个门关住了，关上了。这有铁球，这个是要砍的吗？是走这边还是走这边啊？这边没有路，那只能走这边。啊！吓死我了，啥玩意儿啊？我还以为死了呢。Oh fuck！ 他怎么就走过去了？我变成了空气人了。哦，这里是不是要勾引他，让他去把那个链条？砍掉，开炮，开啥炮啊？为啥开炮啊？哦，这个好，一样的，一样的玩法。哦，差一点，我还是要用同样的玩法去震他。我们趁他蹲着的时候赶紧过去。哎呀妈呀，都来了！哎，我蹲下。哎，还有机会，还有空间，不要害怕，他追不上我的。我们去找那个鼓，这儿有鼓，还躲什么躲呀？这里叫正面刚啊！哇，那这一关我只要一直敲鼓，他一直跪地，他根本就不能把我怎么样，太简单了。你就在这跪着吧。哎，我操，他把这卡住了，我操！哇、哦，你不是人，你不是人，你个王八羔子，你个王八羔子！这个地方是这样，我们现在要使用大炮，这个大炮呢被很多很多链条给绑住了，我们现在每敲一个鼓，它就会掉一个链条。一共有六个链条，所以我们要敲六个鼓。你给我下跪，大哥，你不要跪在门口，我怎么出去啊 ？Oh no！ 没砍着我，傻子。这里看来不用躲他了，正面来吧。哦，我可以溜他了，只要我知道鼓在哪儿就好了。走他的身体左侧，他砍不到我的。我发现了盲点。妈呀，下一个鼓在哪儿啊？这倒是，你看他真的砍不到我，哈哈哈哈，这都砍不到我吗？哇，这个笨蛋，我飘起来了。
你看这傻子他又来了，哎哎，被砍了，哎我靠，这块被他堵住了，哎妈，足了，死了，哇、你让我过去，哇、这把目前为止打挺好的，敲了四个鼓了，哎哎，哇，这个你缓门给这种死胡同，哎呀妈，又堵路，这王八蛋啊！把他干掉了 ，yes。